欢迎收看 Web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 Bion 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。哎，欢迎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马世宪。不是宪啊，马世健，那叫招着。啊，马世招，马世招，每日一字开始。那其实是武的意思，因为士是士官，就是武文官嘛，古代的文官。然后招就是武，所以我爸妈给我取就文武双全。哇，所以也就是这个新人能文能武，哇，厉害啦。其实我很小时候就学古典钢琴，四岁开始学了20几年，之后我一直很喜欢流行音乐，就想说用有音乐这个底子来做一些流行的东西。然后后来怎么被发掘的？是因为比赛吗？还是之前是因为唱 demo 阿妹的三月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唱 demo 唱到入行，你当时知道这个 demo 是要给阿妹听的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纯粹就是帮创作人。对，是帮创作人唱，然后唱完就阿妹喜欢就买。新人我们总是要有一些考验吧。对，我不如就这样好了，好，我觉得我就放一个古典音乐，来自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。哇好好 ，OK， 你听着，但是你唱的三乐，这很吵哦，会很干扰哦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把音乐绝对我可以看歌最大，我们不会做作假，好不好？开到最大，开到最大，哇！等等，哇，好大声！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两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。这是被干扰，音准。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。我完全听不到自己声音，OK 吗？其实有些音其实是不是这首歌，已经跑到别的地方，但是可以听得出你的音色，有没有过关？我觉得有啦。这专辑的名称叫做《云端情人》。云端情人，表达是一个远距离恋爱，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谈恋爱不是跟对方这个人谈，是跟手机的。哦，或者视讯嘛，或者视讯。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，有一段时间就远距离1年，然后跟他聊了很久，就每天聊，那感觉我们的关系都蛮好。可是当我们1年没见，看到本人的时候，就发现生疏，对，然后不知道怎么聊，对。云端情人，我下载你的爱，你害入我脑袋，你放肆的存在，有精彩有混乱，你也算我的爱，我活该被你控制了，快乐着犹豫着的人生忐忑着。又是一首 KTV 可以大家好好来发泄的一首歌，真的就有难度了。哇，那好高哦，那個、好，那既然这样好了，你刚刚说你的歌败给时间，败给时间，不如这样好了。你知道曾经有做过一个这个调查，个性急的人，如果算我们一起算那个，比如30秒好了，急的人他可能只有20秒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已经到了。那个性很慢的人呢，如果30秒，他可能已经超过可能45秒的时候，他定义的30秒就是这样。不如这样好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理时钟嘛。我让你打歌30秒，等一下你每个人上来都要玩这些东西。没有，就针对你，就针对我。必须要讲，很难的，多用心啊，用你的歌来想这个游戏。哎，真的，那谢谢你们。好，我尽量。开始。又过了1年，好想看看你改变，说好要再见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或许在不同的次元，我们还会碰面。是这样吗？在这边停。天哪！哦，有吗？27秒68，哇，算 OK 吗？算 OK 了，3秒，哎，哇，掌声鼓励，表示他的个性其实还算是不急不徐的一个，对，准时的，好，过关可以打歌，对，哇，来，这首歌叫做《就这么错过》，就这么错过你的手，就这么错过幸福。就这么错过那一线之隔，宣布的向自由太自由，就这么错过
这个 KTV 大概也是必唱的。对，这种刚刚唱 KTV 大家可以去。而且我发现四道唱歌真的很投入，很进去啊。你其实我知道他其实文武双全，真的，因为我听说你在美国的时候有待过科技公司做设计的吗？还是哦，对，我之前是做 VR 游戏。我们待会就考他，对啊，你应该不会是要考他画图吧？就是你太狠了吧！在美国待过回来，我觉得我就不太开心了，不太开心。记住这个嘴脸，我们要让你无中生有。我们完全不晓得这三题题目是要画什么，对，只有你自己抽，你自己看，好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但重点来了，你以为用笔画那么简单吗？不行，我们要用这个，哇，把你封起来，你太夸张了，对，我这样子，我觉得于心不忍了。旅行青蛙来了，好，现在开始画画，来，完了，听，哇，感觉看出来哦，有啊，我差不多画完了，画完了吗？我觉得超屌的，哇，给镜头看一下，完全我不用猜耶，这完全就是一个徐雅琳的那个手啊，这个就我看也是这样，来，大家看了对不对？一个手臂。徐雅琳的手啊，对，健身，完全没有作弊耶！来，马世昭掌声鼓一下，耶！经过我们刚刚的三关的考验，我觉得他几乎都过关了。伯父伯母，你为他取的名字是正确的，文武双全，真的。今天网罗大明星呢，其实我们虽然会很多大明星来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发掘未来可能成为大明星的新人。对，我想最有机会成为大明星的就是我们马世昭了。哇，能文能武，也是要给世昭一个忠告了啊。对，红了不要忘了前辈了。对，不要忘了你第一站在我们的网罗大明星，是好不好？真的是啊，这个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本人，我之前都有 follow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我就觉得你有今天怎么挑战特别多。所以真的，我们网罗大明星呢，现在要看一下在哪里看 Love 的平台，要先下载 APP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 Web TV 网罗大明星成功。